1000块而已啦。好，我就是没有钱。我上个星期看你的 bank book 还有5000块嘞。我的钱全部用光了。钱啊，给我钱！我就是不要给你钱，你要怎么样？大耳窿已经追上门了，你没看到吗？那是你的事。我的事就是你的事啊！我就是不要给你钱，你要怎么样？不要逼我！你想干嘛？放假！放假！Yeah.